李总，你是不是向你表白了？没有啊，带我去看了实体店，装修的还不错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就不知道着急呢？李总都救过你四次了，这抢险一、安卡达、 YFancy， 你们都已经共同经历三个项目了，明明双方都有感觉，这为什么就不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呢？ 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因为一直在工作，也没什么机会。雅姨，你打从心底里跟我说，如果换做是你，你会怎么想？这个态度就对了嘛。 一般来说呢，男生应该是主动表白的那一个，但是咱们厉总，这雷厉风行、说干就干的性格，为什么到感情上他就不会了呢？对啊，像个木头一样。初恋？啊？不会吧？ 来了，怎么了？桌上有份合同，如果看完没有意见就签了吧。你现在也知道，艾达已经不是三个月前的艾达了，而且艾达与当合作，需要一批非常优秀的设计师。你确定？你的奖金我会另外发给你。 什么奖金？你干嘛？这是一份长期的聘用合同，但是必须要解除掉短期的，你才能签它。 你逗我！我不签。哎，你，并且，艾达有今天，离不开你的功劳。虽然这只是一份雇佣合同，但是你我都知道。 我们的关系早就已经超出了这份合同。你曾经跟我说过我很孤勇，但你又何尝不是呢？遇到困难，总是勇往直前，从来不会退缩。只有我能懂你，只有我能看到你微笑背后的艰辛。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。 但是你已经在我的心里，深深地烙下了烙印，并且留在我身边。当你低头的时候，如果说心跳声会。
会让我自重。相信你一定懂，你的出现是我最美的感动。我亲爱不行吗？一起坐在回答满意了吧？